万众期待的全球华人首支Gibson Custom 限量版 Gibson Custom 限量版五月天怪兽吉他发布会就会正式开始的。我们现在就有请五月天的团长怪兽出来跟大家见面，有请怪兽。谢谢。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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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 count down 了，三二一，哇哦，恭喜晒，耶，哎，好了，现在呢，怪兽手上就拿到了 Gibson 为他哇独家定制的这个吉他。现在其实我也想问你几个问题，其实为什么非常这么喜欢 Gibson 的吉他呢？ Gibson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很特别的存在。那从小时候比如说我们崇拜的齐柏林飞船的 Jimmy Page 啊 Slash 500大哥他们都是在用 Gibson 的吉他，所以在我刚学吉他的时候就对Gibson 情有独钟这样子。哇，那其实起步很重要啊。对对对，就起步的时候选哪一支吉他真的非常的重要。是，可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一支吉他跟你之前你自己拥有的其他的一些 Gibson 的吉他比起来啊，有什么样的不同？当然它的声音是非常的 rock。 哇，非常的 rock。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有机会听到。对，因为五月天的音乐风格也是希望可以做到各种各式不一样的风格，所以呢在声音的设计上也希望这一把吉他呢可以在很适合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的呈现这样。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在吉他上面呢有设计的这个独角兽 logo。 对啊，因为在哪里呢？哦，在这边。对，专门为你设计的这个 logo。 是，对。哇，因为吉他对我们就是我弹吉他手然后音乐创作的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对，所以我希望这个 logo 的意思呢就是有一个温柔的守护者跟坚强奋斗的一个勇气者。那你其他几位好兄弟不会就是嫉妒你吗？羡慕你吗？只有你有。哎，他们一定会嫉妒，但是就让他们嫉妒吧。哇哦，分享一下，当 Gibson 他们跟你说邀请你去到美国然后再为你做特别版吉他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心情是怎么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根本就想都不敢想。对，因为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Gibson 可以有出了签名琴的乐手其实不多。对，那所以呢会觉得能让Gibson 出到这个签名琴会是很像是吉他手生涯的巅峰。哇，对，就很像梦想成真的感觉。所以像一直到今天拿到这把琴以后才有梦想成真的感觉。先问一下，刚刚用那个全球首支限量版的 Gibson 吉他弹奏的感觉怎么样？感觉很爽，很爽啊！我没弹够，对不对？我觉得很顺手。对，然后因为所有的就是尺寸啊，都是为了我来特别设计跟定做的。对，所以在弹的时候非常的顺手。说真的，以前在演唱会的时候弹刚刚那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怕会出错。对，但是刚刚弹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安心。对，觉得这个好像得到了一把绝世好剑的感觉。哇哦，对对对，武功好像就更往上一层楼了这样子。这一把绝世好剑，会不会在之后两天或者之后的演唱会上出现呢？当然会，因为我其实忍了很久，一直忍耐到今天，终于呢可以出鞘了，所以明后天的演唱会呢，就绝对会用这一把琴。